有了吗？好了，看这张。噔噔，什么美观美颜啊？真的吗？自动美颜？哦，对对对，掉，好了，关了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它重新打开就会，它自动就自带的这个东西，十分难受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 ，OK， 看，噔噔，对对对。然后这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《La La Land》，就是我有时候晚上的时候或者早上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听这个。嗯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就是我很喜欢这个，很舒服。然后。真的，然后这个你们知道这个吧？对，有很多都是大家送我的。对，这个我也很喜欢。对，妈妈在的时候非常喜欢听她的，就是之前。对，还有很多，这些是放在了外面。最近常听的是这几个，啊，里面的我就先不拿了。对，对对对对，亲近你。Hello， 晚上好。这首歌好，小清新，点个爱心。这首歌很适合做 vlog BGM。好想去日本。谢谢小屁孩送的月饼，谢谢。点个蜡烛。谢谢小屁孩送的夜啼。还没有点完这个，小蓝吗？但我估计不会点啊。因为那个没电了，对，没有没有香味。我最近还收到了一个蜡烛，找一下。闻到了一些很奇怪的味道，
知道，找一下。江江，对，这是我那天收到的一个礼物，然后它上面写着“燃烧吧青春”。可爱啊，你看，超可爱。真的很可爱，冲啊，对，而且他的屁股一目了然。短腿翘臀，不舍得点，说实话，但是我应该，我暂时先不会用它，因为我这里蜡烛很多，对，等之后换到新的风格的时候再用它，现在先留着。很可爱，这个这幅画吗？这个就是我呀。对啊，不是很像，就是他就是我。这就是他们画的我啊。对啊，高级和美式感觉，这首歌感觉很好听哎。回不去的夏天，但是听到这里的话，这感觉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前奏很喜欢，但是这里呢，就是有点幻灭了的感觉。哦，平井大又出新歌，我很喜欢平井大的歌，就是他每一次出新歌的时候，我都会去听。对，而且平井大出新歌的频率非常的高，他基本一个月左右就会有一首新歌出来，我就是很 respect 他，一两个月就会出一首新歌。对，因为我每次去找 Vlog BGM 的时候，总是能看到他新歌的身影。对，对，高产歌手。我擦一下，我感觉镜头有点脏。没有那个一横一横的。
而且每一次平行到出的歌我都好喜欢，哦，都很好听，就是很适合做 vlog BGM， 就很适合在路上走的时候，这首也很适合。这首歌我闭上眼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给我的感觉很像是我去旅游的路上，然后看到了一些风景，对，很日漫奔跑歌曲，穿着风衣或者那种裙子，拿着一束花，戴着顶帽子，然后我走在那个海边的路上，对。少年的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去了一趟阿那亚，好想再去一次。这首歌是真的很好听，好了，点爱心。这首歌好听。也不一定说来上海喝咖啡了，只是上海咖啡的文化比较重而已嘛。就是你想喝咖啡，在哪里喝都一样，其实就是烘的豆子，跟它生产的地方，跟就是你做那个人压它的那种感觉。好白的头皮，真的吗？好想喝拔乐碰，那你要去喝一下，真的很好喝，拔乐碰真的很好喝。有些人问阿星金发会保持到什么时候，我可能这个颜色的头发估计会保持到今年总选吧，应该挺永久的。哦，因为我想夏天的时候也是金发，就我也不染夏天。你们其实你们这么换算，如果我以后每次我可能两个月的时候我漂一次头顶，那其实我下边的头发一点伤可是我补色我只会补这里，我不会补下面。同根伤害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，我去染枯燥啊，对，因为我用漂头发的都用得很好，就是染膏什么的都用得很好，是我人
还是肯在就是染头发上面花钱，因为毕竟这种东西是对身体，所以还是这种东西还是贵一点比较好一点。就是大家染发不8000哦，不用啊，为什么染发，谁染发染8000块？8000块钱。不染了吧，那我可能去买个包而不会去染发。我是一个很实诚的人，起码这个包我可以一直背，这个头可能过完就没了。比起头发我还是喜欢，还是觉得买个包，买个包，买个漂亮的胸针，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点。啊，8000，那是被人坑了吧？他是被人坑了吧？8000，对，对，我头发长得很快，你头发长得实在太快了，家人们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一般染头发多少钱？还有在喝中药。而且我觉得染发这种是一个大坑，用不同的东西，然后就你没有办法去衡量成本，然后到它东西是但是你要找，比如说你们有，然后洗着洗着就洗，开始染出来是真的，就是那种倍儿金的那种感觉，就真的真的很金的跟个火的之后呢，现在是那个 Tony 老师，从炙热开始到现在，对，就一直还是他。对。这种的头顶它没有这么精的话，你没洗，一个灰色的头。他说：“为什么我的头是灰色的？”我说：“是不是你洗的有点问题？”
那北极很大。我看了一下北极的照片，东北冻梨一样。冻梨不就是冻冻哦那个一丢丢，对，一瓶苏打水。嗯。弹琴。然后呢。东西在上面。对，对，就很搞笑，就真的还蛮好笑的。第二年生日，确实，而且以前讲 catch free 高产日金菜菜子，然后脸那个嘴呀、都要笑到这儿了，我的妈呀，吓人！不愿再回忆的痛苦。我们现在来浅回忆一下张欣唱过的歌啊。张欣，在哪儿可以看我唱的歌？哪里可以？是斯文帅哥，谁不爱？赚钱养家的大儿子归来，哎爹，啥啊？我爱妹妹不香吗？一起。重逢，我现在的音域已经到不了这么高了。我以前是怎么唱上去的？
没词儿啊。没词，我可能就是变声了吧，就是人会变声吗？啊，上一年的 MVP。梦与星光海上，你看这个现在就是已经低下来了，对，好，花好月圆也是开麦的，当时写这个粤语词的时候，就写得很，就是会找很多东西去想怎么写这个。在我来看的话，我觉得粤语词怎么说呢？粤语词会跟普通话词写出来的感觉会不一样，因为粤语词它很多东西得压那个音。对，哦，如果你就是纯单写一个粤语词的话，就是其实还好啊。你们喜欢听叶枫吗？你们觉得我叶枫的词应该是，我当时叶枫的词我还问了一下加爱，对。仍记挂与他，夜空中闪闪钻石，在柔和月光铺洒。果然是自己写的词，就是真的是记忆十分是深刻。独自的夜晚，远处霓虹灯耀眼，但我对你的爱。会比灯光更灿烂，如世界浪漫，为与你起床爱，无意小小的输入，才便与你轻手到过许多的时光。其实我们私吧很多歌都很好听，就是对，但是有些就好像之前我浮光这首歌，我很喜欢这首歌，但是就好像没有大家就是当时都不太知道这首歌。哦，恋爱捉迷藏。其实，
还有一首歌，我觉得我们哦，他要登录，我登录一下，家人们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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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我给你们听一下啊。这首也很好，我其实很喜欢这首歌，但这首歌太高了。这首歌，谢谢小屁孩送的夜蝶，谢谢。这首歌很好听，但是唱的人其实也很少。这首啊，晨曦下的我们 DJ 的。太高了，这歌。这首歌副歌很好听，开头也好听。凝结的信仰。还有这首也好听。这首歌叫 I Know Gen Z 48。这句可以唱得更有感情一点。其实我都收藏了很多歌。哦，彼此的未来也很好听，对对对。多少泪，多少委屈和脆弱，呼吸着我，鼓励着我，登上舞台。I know, I know, I know, 因为有你们同在。I know。这首歌副歌好听。写得很好啊，谢谢你们陪伴我，微不足道那道光，谢谢你们等待我。大家耐心等待我闪耀绽放，就刚开始我可能是那个微不足道的那个光，但是你们，谢谢你们一直陪伴我，等待我闪耀而发光。对，词儿写得很好，看看这谁写的词儿。啊，这个曲子是韩国的曲子，这首歌很好听，推荐你们这首。这是我当时回去要听他们唱的时候，就当时我还把这首歌推荐给牛小咖，我说这首歌很适合你当 BGM。哎，豪哥唱过。星星
Just one, two, three, 去敲敲点四五六个门在旁边，冲击你的纷纷视线，连星星在上面。每到夏天，我会放电 ，Say hey is my heart。对你甜甜热恋 ，Oh yeah, oh yeah， 爱上全世界。谁被来作对 ？Let's make some noise。梦回豪哥，对，对，这首歌很好听。经常看嘛，就是说有印象有印象。怎么会这样会这样，哎，搜一下那个 N3 的公寓。哦，用我的声音，等一下。他们改的这首歌也很好听，用我的声音他们改了，然后这个很好听，你们听一下，就跟之前的不一样。声唱声唱，哦，我一直有看别人的公演，对，大声告诉你，你寻找到我的心，越过了人海，只想变成你，我可爱的声音。以前这首歌是慢版的歌嘛，以前是那种很安静的，对啊，我觉得改了这个版本我很喜欢。我也想回去，但是看吧，看能不能回吧。大声告诉你，我找到自己，越过了人海，只想你传递我告白的声音。可是 Fiona 的歌我好像会的不是很多，确实点的，对，这样子吧，如果我回去参加那个同学的百日宴的话，刚好能卡得上有 N3 公演的话，前提是我得参加百日宴我才能去这个公演，因为而且要提前申请。对，因为要提前报批。嗯，鸡啊，什么大名单，什么东西啊，你们说在说什么，GNZ 的大名。首先如果我回 GNZ，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把那个东西
换了，就是我的那个双马尾照片，就是说大家都很正常，就我那一张照片显得十分的格格不入啊。咋没啊，好了，差不多关直播了，已经10:30了。我觉得我今天直播了好久，因为今天真的就是很搞笑，我今天就是。好啦，拜拜，大家晚安。